去了第二都搞脚他了，我去干嘛？我去恶心自己呗。感谢我学的发的单，发的单送的同情卡，谢谢谢谢打的，别打了维护啊，啥都打你了。找你送的杀手东西的，感谢老板给的。哇，这波也还有控制，多比了。这个其实玩的蛮好，好他他怎么也有点小资格，不知道打不打死，这两只装备可能打得不到死。垃圾。Oh,
到小龙套了。太难受了吧。哦，一下400大头想到好就知道了，好，就是一个听 A 还没死过的一个 Q 通，就是因为这个暴击的话是远距离知道吧，所以说他伤很还行，这没用，把头埋低，先四加八百，那可能会有大的。收集者是假的，哈哈，牛逼了，收集者。你俩知道买绿甲的吗？
石头。行吧。不是他呀。再打他的子弹很肉。也不肉了。是啊，这个阿也不死啊，打下200滴，太强！只要卡他的话，秒给他秒。等一下，这个被动甲知道不？想到好主意了吗？那三件套他一下子打我死了，就我跟他打。冰姐，我回去。大家可以。我操！不是不玩了，现在不出真功了，不心死的话，我比零魔抗，打得很痛。奋力者打了5000的输出，然后治疗了7000。现在这个 ADC 4件套，没有任何护甲装备，打他就是一个大招，就500。完全大招就是，他这个表面上是1000，他就是假的。